在日本东京都中心的千代田区，有一座对于中国人来说臭名昭著的建筑，这里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军国侵略主义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其中大多是在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及殖民地募集兵。由于这里的祭祀对象包括了14名甲级战犯、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使得他被东亚各国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而备受争议。这座建筑的名字就是靖国神社。然而就在这里，除了大批战犯，还供奉着一位特殊的人物，冈部孙四郎，死时29岁。根据调查，冈部生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新闻记者，死后怎么会与战犯们一起供奉在靖国神社呢？这里是日本著名的新闻舆论机构朝日新闻社的东京本部，它以日本国内发行量第二的辉煌业绩广泛影响着日本社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朝日新闻社在第一时间增派了50余名记者奔赴侵华战场报道战争详情，并启动5架专用飞机及时运送战场新闻图片及文稿，这是朝日新闻之前从未有过的采访规模。我が空爆や砲撃を避けながら必要な抵抗を続けました。敵陣近くに進み、そうしてこれらの家屋要塞を一つ一つ攻略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对于朝日新闻来说，如此兴师动众，除了能够及时获取信息报道新闻外，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冈部孙四郎是朝日新闻社的一名新闻记者，当时身在朝鲜汉城的他立即成为了被派往侵华战场的50名记者之一。然而仅在20天后，冈部却在日军发动的南苑攻击战中被榴弹击中身亡。冈部死去的消息很快传回了东京，朝日新闻社的反应异常强烈，他们迅速报道了冈部丧命的详细过程，并高度赞扬称其死的时候手里紧紧握着相机和手枪。之后朝日新闻社还陆续发布了死亡记者冈部孙四郎的消息。本社已故冈部特派员光荣地合祀在靖国神社，拜谒新闻人最初的恩命，称赞能够合祀在靖国神社是朝日新闻的光荣。朝日新闻社一名普通记者的死去怎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呢？事实上，在那个让日本丧心病狂的年代里，真正的战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战场，还有一条更加隐秘的战线活跃在日本国内。为了探寻这条隐秘战线背后的秘密，我们专程拜访了研究媒体与战争责任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山本武立。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前，山本武立教授特地为我们拿出了他花高价购买到的一份战争时期朝日新闻的宣传海报。海报上朝日新闻的社旗仿佛像日本军部的军旗，它随着日本的战舰飘向被日本侵略的国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面对着日趋走向举国一致的军国主义战争狂潮，有一些报纸和社会团体开始反对日本的战争倾向，批判军部和政府。然而，这些反战声音的发出，换来的却是极为可怕的代价。这是我们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的一份当时的影像资料。资料中的日记内容来自当时一名普通小报的记者。我们报社的社长发布了反对战争的文章，没想到第二天军部就来了人，几天后社长便辞职了。我们都感觉军部的力量正在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在日本军部看来，媒体宣传是国民了解未知事物的最直观方式，是控制思想的最有力武器。为了赢得民众对战争的全力支持，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停止主张和平的媒体发表言论。对中国开战后，日本政府修改了旧军机保护法，强化了各种管制。内务省警保局对各个府县的特高科科长下达命令，要和主要日刊、报社、通讯社及主要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侃谈。他们要达到的是实现对媒体宣传机构的深层指导。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的新闻传媒正在逐步沦为军部和政府控制百姓的武器。その時に今まで軍部に批判的であった一部の新聞もですね、完全に軍の報道をそのまま発表するプロパガンダの機関メディアというふうに変化してしまったと。だからその批判的な姿勢を多少とも持っていた朝日新聞もですね。迫于政府和军部的压力，刚开始还极力主张和平的正义媒体也不得不转变了宣传方向。社长とか編集局長とかそういう上部の人がもうこの時期ではですね、軍の方向に賛成すると、そして社内での少数意見というか反対意見はですね抑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っきり方向転換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然而日本军部并未因此得到满足，为了进一步笼络新闻界，让一线的记者更为主动地向军国主义思想靠拢，军部不断地给予新闻记者更高的荣誉。早在朝日新闻记者冈部孙四郎在中国战场被流弹击中死去的三天前，也就是1937年7月25日，东京朝日新闻社就已经收到了军部的通知，记者冈部孙四郎正式被编入军部系统，成为了一名有着军衔的战地记者。然而刚被授予军衔，冈部孙四郎便死在了战场上。军部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绝佳的宣传机会，他们把冈部孙四郎的骨灰运回国内，与战死的其他军人合葬，接受百姓的供奉。そういうやっぱり靖国の神社の存在は、まあ、あの日本人を騙すっていう。でもその騙しがやっぱり有効性を持ってる。というところに、先ほど言った日本人の素朴な宗教心も利用されて、死んだ霊は不滅なんで、すべて靖国神社で行って、で国を守るし家族も守ってくれ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ふうに、まあ、思い込んで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れが全くそうだ。もう聞いた途端に戦死した母は萎えです。もう寝床へ。
ベッドルーム、農家のベッドルーム入ってもう泣き出すし、もう奥さんも泣く。全くそれだから、軍閥や、ありきたりのジャーナリズムが作ったような光景とは違う。私はそれでそれ、一切、一度もそういうもの書いた覚えない。これは拒否しなきゃだ、嘘だ。此后，迫于压力和诱惑，越来越多的日本报纸将日本宣传为和平的使者，将战争的责任全部加在中国身上。报纸中对日强硬、轻视日本、排斥日本、抵制日货等词汇越来越多地充斥在报纸上，极大地煽动了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狂热情绪。中国欺负日本的形象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仇恨。責任はやっぱり中国側にあると。で、日本はやむを得ずですね、そういう中国軍のそういう発砲に対してですね、自衛のために反撃したということで、戦争の勃発のきっかけ、そしてまたそれをその後のですね、中国側の軍の動きはですね、常に中国のイニシアティブでなされたと、まあいう言い方ですよね。尤其是关于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及事态的扩大，日本媒体的报道全部都是由中国的不法射击和暴虐所引起，日本的国民很难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日本冈山县的冈山大学，在江克石教授的协助下，我们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日本近代史课程。在课堂上，我们播放了1937年日本军部拍摄制作的战地宣传片，这也是眼前的这些日本学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影片。本土品事変で上海にある私どもに対して、上海に集ま、学校に集まって勉強しておりますから、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皆さん、私ども小学生も、戦地の兵隊さんのように一生懸命に勉強し、体を鍛えて、良き日本人となりましょう。みんな、今度の事変は怖かったか？怖くない。その時、雪屋さん、屋上に行ってみた。今、屋上に行ってみたか？トライさんは近くかね、飛行機の爆撃を見た人手挙げてる。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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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片里的内容让今天的日本学生们有些惊讶，而学生们由于对历史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着很多差异。がばっかりがなんかやったみたいな風に書かれてるんだというのに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て、そんなに一般人の人、まあ、皆さんが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か一般人の人ってそこまでまず考え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と、あと日本史を勉強多少深くした人はここまで思ってる人は逆になんか日本の方がちょっと日本の方がやっ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う風に思ってる人が多いように私は感じていたので、ですね、海外に行ったこともなく中国人の友達もいないので、やっぱりメディアとか、はい、あと文学作品とかでしかちょっと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はい、高校になったぐらいでほとんど知らない人とかもいる状態で。看到这部纪录片，这些学生大多表现得有些半信半疑。的确，对于这些从未走出国门的日本学子来说，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课本和媒体，自然会强烈地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而来自中国的记者也从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事例当中，强烈感受到了日本军部
当年操纵媒体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在强大的舆论导向下，日本国内已经掀起了积极战争的热潮。然而在日本军部看来，这仍然差点火候，宣传的力度还要再大一些。那么这条隐秘的战线还有着怎样的宣传手段呢？这是我们从日本民间搜集的动画资料。在那个被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所笼罩的年代，连儿童都不能幸免。他们所观看的动画片带有浓郁的杀戮气氛，如此残忍的手段深深地毒害了日本儿童的心灵。不仅如此，在这些残暴的动画片中，日本还加入了中国的地名，把对中国的仇恨赤裸裸地展现在日本儿童面前。除了影像宣传，广播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媒介。大量的战争消息从广播里传出，收音机喧嚣不停，反复宣告日军的胜利。日本不仅是对内愚弄百姓，对外广播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歪曲事实的欺骗性宣传。 Radio Tokyo calling, Radio Tokyo calling. Good evening, friends in America. Once again, we bring you our daily news broadcast. We have received many polite letters from America asking why our divine emperor sends our soldiers and sailors to visit in China. The reply is simple. Our cruisers are steaming up the Yangtze River on a mission of peace. The Chinese women welcomed our Japanese army with flowers. Many beautiful flowers. 日本的这些新闻宣传工具不仅大力鼓吹军事意义的绝对服从论，制造军国主义美谈，推行现金运动，而事实上除了受到军部的控制，这些反动的宣传机构同时还有着自己的利益需求。由卢沟桥事变引爆的全面侵华战争也同时被日本的新闻媒介所利用，日本的报纸由此扩大了发行量，广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听众，电影也成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通过狂热的宣传，塑造了狂热的日本士兵，更把日本推向了狂热的战争泥潭。あの時点で認めとまとればですね、今までであった満州事変とかその他日本の侵略行為はですね、もうまたある程度ね、この修正できたし、日本がこういう悲劇的な不明な敗北をですね示すこともなかった、あるいは世界中国に対してもそういう損害を与えるようなねこともなかったはずなんだけど、まあ、歴史的には非常に大きな大失敗ですよね、非常に恥ずべき、 そこのやっぱり 冷静なそういう歴史の点、この分岐点にな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そこがやっぱり重要な、あの 7.7 はですね、そういう意味合い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よね。1941年11月、日軍偷袭美軍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随着战争深入，美军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1944年开始，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开始向日军展开战略大反攻。1945年8月9日起，苏联百万大军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行了致命打击。至此，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百姓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6000度的高温把方圆2公里内的一切几乎都化为灰烬，放射雨致使很多人在以后的20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
早く、まあ、中国で負けて敗戦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日本はそれそのショックが苦労しまして、原爆をアメリカから、撃たれたりして被害が大き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それで敗戦という点で終わって侵略行為はでき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ね、日本のためにもアジアのためにも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国土，日本终于感受到了战争给本国和他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沉重的灾难。也就是在这样切身的痛苦之中，日本终于意识到，唯有和平才是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出路。これはもし、まあ、あの時日本が敗戦ということをしなかったならば、日本自体ももっともっと不幸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アジアの平和のためには非常にね、損失大き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如今七十五年过去了，战时的新闻控制早远离了日本新闻界，日本的新闻界也在战后不断地反思自己在战争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战争责任。在日本天皇居所外的西侧，有一组由日本新闻协会在一九五五年捐资铸造的和平雕像，在雕像的正前方有一块醒目的石碑，上面整齐地刻着日本各大新闻社社长的名字。和平雕像是日本新闻社用来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中的新闻责任，以便重新塑造日本的新闻体制，时刻警醒避免新闻助推战争的悲剧。然而1937年的日本，在带有强烈军国主义色彩新闻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已经在战争的泥潭里越滑越深。